的神降临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大喊，耶稣我们欢迎你，一起来，耶稣我们欢迎你，他是荣耀君王，配得一切颂赞赞美，哈利路亚，一起拍手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更多来赞美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是荣耀君王，哈利路亚，天上地下合一敬拜，万古耶稣基督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，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更热情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跟天上地下所有千万物都要来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一起来唱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同在，你我的赞美带来神的同在。Amen， 我们的赞美进入神的院，进入神的同在当中。Amen。有多少人，你今天喜乐进入他的同在里面？大声举手说 Amen。Amen。好吧，让我们继续高举我们的双手，在这首新歌当中，我们敬拜他。求神今天早上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的美好的选择，是选择生命，是选择福分，是选择跟随他。Amen。高举我们的双手，一起来向他歌唱。愿我心中盼望，成为
为我影响，我别无爱慕，为主我敬仰。主日夜居所，我心向往。我睡着或睡醒，此荣是我光。一起来唱好吗？愿我心中望，愿我心中望，成为我意象，我别无爱慕，为主我敬仰。主日夜居首，我心向往。我睡醒，此荣是我光。愿主日夜居首，主日夜居首，我心向往。睡着我睡醒，此荣是我光。歌唱，成为我智慧，成为我智慧，成为我真言。我愿常跟随主在我身边，你是承认你是我胜负，你是我胜负，慈爱如你，你常居我心，你我不相离。你是我的胜负主，你是。
敬仰，主日夜举手，我心向往，谁召我谁请，自荣是我光，主日夜，主日夜举手，我心向往，谁召我谁请，自荣是我光，哦，谁召我谁请，自荣是我光，无论谁召我谁请，自荣是我光。如影展翅上腾翱翔，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影展翅上腾。好吧，在属灵里面，我们一起看见，我的生命如影展翅上腾。主，在你的自由里面，在你圣灵里面。神的面前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，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，如影展翅上腾，翱翔在神的国度里。感觉神要做一个重新得力的恢复，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姐妹，你正感觉到你的生命常常没有力量，今天你觉得你可能是带着一个不安，带着一个沮丧来到这里，今天让圣灵更多的来充满你。你要能够被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要得着一个全然的恢复。最后帮我们再次高举我们的双手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因为当你举起双手，你就是宣告神已经使我得胜了，神已经使我战胜这一切的困难，神已经使我重新得力。我们再一次开口来祷告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看见，主啊，我们看见，主啊，是你带着我们一同翱翔，主啊，把所有一切的沮丧统统都夺走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今天是重新得力的时刻，得力的时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一个极大的力量能力现在要充满在弟兄姊妹的身上，哦，是的，
坐下来听，跟旁边的弟兄姐妹宣告说：神使你如鹰展翅，神使你如鹰展翅。今天我们想要在我们这里欢迎所有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，等一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邀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，我们要给你一个非常热情的欢呼。新朋友准备好，一二三。好，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？哎，这边有一位新朋友，两位，后面也有，这边也有新朋友。哎，弟兄姐妹，热情一点。非常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，等一下可以多一点认识我们的新朋友。好，从位上站起来，今天我们来唱这个诗歌。我要为你祷告，圣灵在这里工作。今天你虽然可能你带着这些被冒犯或者是过去的这些伤害来，但是我要为你祷告，今天你会带着健康回去，你会带着得医治回去，你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我们从头来唱，让神的儿子以他生命和他爱来围绕你，来唱出来，让他从
在自己的心上面，按手在胸口上面，轻轻地说：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主耶稣，告诉他。唱。